咱家老铁一定要给我个双击。这是我攒了3个月，就为买了这一个大鸡排，来给我个小红星，可怜可怜我。老板上料，必须得放点辣椒面，火鸡面料继续，这样辣的才香。把这个都加上去，好，嗯。这鸡排超肥，进都进来了，老铁就给一个吧，一个就够了，给个双击。第一次吃这么胖的海参，我要看看那肚子里面是啥。全是籽，这才是真正的大籽。嗯，能不能给我个双击？这个最香，双击汉堡，我只吃2斤一个的，而且必须是爆辣，必须加辣，再淋点红油。喜欢吃辣的老铁，给我一个小红心。太香了，今天认真的爆个头，有多少老铁喜欢爆头的？喜欢爆头的老铁能不能给我个双击告诉我，我看有多少跟我一样喜欢爆头的。爆头必须得这么吃，必须给它剪断了吃。嗯，满满的黄河沫，一需就补，还必须得吃辣的，必须得配点辣油，再来点咱家小米辣，再来点这个。老铁说我为什么天天吃这么多辣，会不会吃坏了？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辣，所以我不会吃坏。跟我一样喜欢吃辣的给我个双击。省吃俭用了2个月才买了这2只龙虾，此视频我只需要2个双击，男神一个，女神一个，朋友们记得双击双击，下个视频开灶了。来朋友们，给咱家的2个小奥龙洗个澡，知道下个视频要干嘛了吗？老铁们，下完锅等着你们，大碗筷来下锅，祝咱家老铁好事成双。
大哥的龙虾尾必须吃香辣的。哎呀，这个是淘气造龙虾，哎呦嘿，哎呦，这家伙给我整掉了点。老铁们，天天吃黑色的咬不动，今天来个黄色的试试啊！如果一下就咬动了，记得给个双击啊！泥螺，把盐切好了啊，来一口。老铁们，来吃一个红龙啊！觉得肉够肥的宝宝啊，给个双击。嗯，被我馋了宝宝双击。宝宝们开龙头啦，见开龙头指双击，发大财走好运，出门就捡钱。啊，我去，啊，甩了我一身，这瞎脑怎么都出来了，大肉。出来啦！马上开始直播，直播间爆头。老铁们，来个超级无敌变态辣的龙虾尾啊！觉得够辣的宝宝给个双击啊！老铁们，马上开播啦！爆个头，开灶啊！啊，好烫！辣没有 ？Hello， 老铁们，静静马上开播，像不像牵了一头骡子？驾驾，来吃个蟹子啊！我来啦，梭子蟹走一个。老铁们，大成王走起来啊，像不像？